先去洗手，去洗手。打翻我的尿。嘿嘿嘿。这样才比较卫生，懂你懂吗？啊，没有关系的，我们手套都要干净的，我洗最主要清洁的是卫生的。Too much. 要戴准哦。好，好，你跟哥哥说你要什么，你不要拿太多 ，just a little bit。Yeah.